离婚18年后，朱玲玲跟霍震霆的状态差距一目了然。前段时间香港举办慈善晚会，离婚近20年的朱玲玲跟霍震霆罕见同框。只见霍震霆满头白发，有些佝偻，反观朱玲玲言笑嫣然，落落大方，好身材在清凉服装下一览无余。面对记者采访时，两人大方交谈生活琐事，可在最后合影环节，区别于朱玲玲的大方得体，霍震霆却显得有些拘谨跟尴尬。其实这也能从侧面说明，霍震霆心里还是有朱玲玲。2005年，霍震霆与朱玲玲正式离婚，而他甚至放弃了儿子们的抚养权，给看重传宗接代的豪门最后一点体面。如今时隔18年，两人再次同框。77岁的霍震霆没有了往日的潇洒，满头白发苍老不已。反观朱玲玲，离婚后经营事业，出席活动的她总是穿着清凉大秀身材。64岁，面容姣好，不输一线女艺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罗康瑞这里，朱玲玲不会再被豪门的规矩所束缚。两人经常游山玩水，享受生活，有爱人在旁陪伴，有儿子孝顺，也难怪朱玲玲状态逐渐回春了。